现在我们学习三十二式太极剑的十九动到二十六动，也就是从左弓步栏到弓步挂劈。先请大家看一下这八个动作的连贯演练。下面再看一下分解动作演示，并不平次预备。十九动左弓步栏，一捻脚转身举剑，二绕剑上步，三弓步拦剑。二十动右弓步栏，一转腰撇脚举剑，二收脚转身绕剑，三弓步拦剑。二十一动左弓步栏，一撇脚转身绕剑，二收脚转身绕剑，三弓步拦剑。二十二动进步反次，一上步高歇步坐盘后刺，二挑剑上步，三弓步反刺剑。二十三动反身回劈，一坐腿扣脚转身，二坐腿收脚举剑，三弓步劈剑。二十四动虚步点剑，一收脚落手，二转身上步举剑，三虚步前点。二十五动独立平托，一插步绕剑，二转身独立上托剑。二十六动弓步挂劈，一落脚转身左挂剑，二举剑上步，三弓步平劈剑。好，下面我再讲一下这几个动作的要领和剑法。一开始三个弓步拦剑，转身举剑，上步后绕，弓步前拦。第二个右弓步拦剑，第三个什么是拦剑？这是新出现的一种防守的剑法，从外形上看呢，很像撩剑，也是在身体侧面绕了一个立圆，向前呢由下而上反手。但是我们刚才上面的前面的撩剑是由下向前的一个进攻，力点在剑刃的前端，现在我们可是由下向前的一个阻拦拦截。你看
现在这个剑在我的身前，恰恰好像一个盾牌，把自己给遮挡住。对方向我劈过来，我是向前迎驾拦截，而不是向前进攻。动作剑法的路线很相像，绕剑由下向前，但是一个是前撩，胳膊和剑接近伸直，一个是把剑请你斜直在你的身前，形成一道屏障把你保护起来。所以这样的剑，请你看，剑尖略低，剑把鱼头同高，那么剑把呢偏于左侧，剑尖呢就偏于右侧，剑把偏于右侧，剑尖就偏于左侧，既是左右横斜的，也是上下横斜的，占一个较大的阻拦面去防守对方。这就是我们这个新剑法的特点。这三个连续的弓步稍稍的走一点之字形，这样步伐可以稳健，但是这个剑的进攻防守的方向还是向着正东，所以剑尖呢要向东向前去阻拦。在这几个动作是连续的进步，他的步伐充分表现了太极拳迈步如猫行，轻起轻落，轻灵沉稳，转腰撇脚，轻提轻落，均匀柔和，稳定。这是太极拳的运动步伐，而不是像某些个刚猛快速的拳术起如风落如冰，这儿呢恰恰是收要轻，重心控制好，落要稳，慢慢的把腿弓出去。初学者腿的支撑力不足，收脚以后可以稍稍的点地辅助支撑一下，稳定一下重心，然后再迈步再前进，作为一种练习的辅助过渡手段完全可以的。但是熟练以后，腿的桩弓有了基础以后，动作要连贯不停。向前迈步的时候仍然腿端正的坐在后腿上，不要猛起猛落，前伏后仰，前伏，这是太极拳的练习所最忌讳的缺点。平稳中正连贯柔和。再看我把这三个弓步拦箭再做一次，动作连贯，剑法要清楚，步伐要稳健，下面进步反次，上步剑尖向下向后，转腰两腿交叉坐盘，高斜步两臂展开向后立剑直刺，前手心向下，剑指呢指向左侧，然后把剑尖挑起来，上步又一次出现了反刺剑，第二动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反刺剑，反手用剑尖去刺对方的头，过渡动作像预备式一样，又出现了一个高歇步，两腿要交叠靠紧，重心呢坐在两腿之间，不要低歇步坐在脚跟上，
重心呢大体和弓步相同，这样上步因为是动作的一个连接过程，上步呢比较柔和方便。转身扣脚提脚后落，方向正西偏北30度，手脚上下相对，剑与肩相平，与臂成一条直线，剑指撑在头的侧后方。这里呢又体现了一个太极拳的特点，转身的时候重心虚实要清楚，动作要连贯平稳。你看先坐腿扣脚，再坐腿提脚，再上步劈剑，这样的转身动作是杨氏太极拳转身的一个特点。这趟剑也是在杨氏太极拳的基础上精简而成的。杨氏太极拳的转身坐腿扣脚，其实再调整过来移过来，再提起另外一只脚，再轻轻迈出去，完成了转身的弓步。我们这里就非常清楚的典型的反映了这样太极拳的转身的要领。有的人转身的时候后腿不屈坐，重心向前倾，应该是屈腿落胯立腰转腰，不能站着，重心移动不够，降低重心充分的移动向右，再移回来屈腿落胯，举脚举剑收脚，不要站起来成独立步，是收脚，轻轻的迈出去，弓步劈剑。你看是不是太极拳的要领？所以既要表现你的剑法，又要不失太极拳的风格。下面一动虚步点剑，先把脚和手一收一合，转身举剑，沉腕轻轻的移动重心向前，再把后脚提起来，上步提腕点剑，手脚配合一致，既表现出来了剑法的力点，又表现了身体的完整性，又没有破坏那种柔和连贯的太极拳的特点。下边这个动作出现了第二个新的剑法，这一小节动作的第二个新的剑法，翻手举剑插步一绕，绕了一个立圆，用脚掌为轴捻转，提腿独立上托剑，这个剑又是新出现的一个防守的剑法，托就是托架，由下而上把对方隔开，这种就叫托剑或者是架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向起势方向向南的虚步，退步的时候向左后退步，叫做倒插步。剑呢轻轻的绕一个圈，捻脚立腰提膝顶头，剑是平的举在头侧上方。下边一个动作落脚向左挂剑，举剑向前劈，这个动作包含着两个剑法，这是劈剑，大家很熟悉，这个动作叫挂剑，又是一种常见的剑法中常用的防守剑法。挂就是把剑做成一个钩子，勾开它，勾开它，破坏掉对方的进攻，对方向下攻击我的腿，勾开叫做挂开，向上进攻，挂开
然后反击挂开劈他，向下挂开劈他，防而后攻。这就是我们这个动作的剑法。最后再看我把这几个动作背向演示一下。左攻不拦，右攻不拦，左攻不拦，进步反刺，翻身回劈，七步点剑，独立平脱，弓步挂劈，现在我们学习三十二式太极剑的最后六个动作，从第二十七式七步轮劈一直到收式。首先请大家看一下这几个动作的连贯演练。下面请看一下分解动作示范。预备，弓步挂劈，二是启动七步轮劈，一撇脚转腰后轮剑，二上步举剑，三虚步下劈剑，二是拔动撤步反击，一撤步合剑，
二，转身侧弓步反击剑。二十九动，进步频次。一，摆剑收脚。二，上步远收剑。三，弓步上步直刺。三十动，兵步回抽，收脚抽剑，抱在怀中。三十一动，旋转平磨。一，摆脚横剑。二，扣脚转身。三，捻脚虚步平抹剑。三十二动，弓步直刺。一，收脚收剑。二，弓步直刺剑。收势，一，接剑转身。二，上步收脚摆剑。三，定步还原。好，最后我再讲一下这几个动作的要领和剑法。第一个动作，虚步轮劈，劈剑以前也出现过了，轮也出现过，只不过我们这次的轮剑是转身向右向后轮摆，轮摆再劈下来，连续前进，最后成虚步。我们以前出现的轮劈是左侧轮摆一个圈，举起来提腿下劈，现在是我们转身右侧虚步轮劈，向右转身的时候，前脚尖要外撇，后脚跟要离地，好像一个交叉步。你看，前脚尖外撇，转腰，后脚跟提起，画向下向后画一个圆，半个圆，然后再翻手向上画半个圆，再上步。中间的这个步子很像一个交叉的交叉步。下边一个动作是一个新的剑法，叫击剑。撤步很好理解，向后斜后方退一步，两个手上下翻合，凭反方向看，先撤步合剑，后脚呢脚掌先着地，然后转腰弓腿，两个手打开，步行也是一个新步行，剑也是一个新的剑法。步行是一个侧弓步，这样叫弓步，身体正向前方，转一点横弓步，步行是第一次出现的横弓步，或者叫侧弓步，也叫横裆步。剑法呢，击剑就好像击鼓的样子，用剑头剑刃的前端咚咚咚咚敲击，这个剑法也叫做崩剑。如果发力的话，你看大大力量，像甩鞭梢一样甩在箭头上，箭顶端上，用那一个端去敲击对方，这叫击剑，或者叫做锋剑。动作很柔和，最后应该是腕子有一个甩的展直展放的过程，攻击的目标是对方的头部，所以箭尖与头同高。方向呢，如果我们面向南起势的话，这个动作的方向
应该是东北西方向三十度的样子。下面一个动作，摆再蓬，把脚一收，剑指一横，上举下落，然后转身向正西方向平刺，再做一个抽剑，是钉步的回抽，抱在腰间，一次一抽都是以前出现过的动作和剑法，只是这个抽抱是一个钉步，以前这种步型也出现过。三十一动又是一个新的步法和新的剑法，摆脚横，扣脚转，捻脚回旋，一摆一扣一转身，形成了一个旋转的动作。摆扣转成虚步，剑法呢抹剑。什么叫抹剑呢？左右轻轻的滑动，把剑从左拉到右侧拉一刀，从右向左拉一刀，就叫抹剑，这叫抹脖子。抹剑拉一刀，现在我也是把剑一横，横在身体的左侧，向右拉一刀，一边抹一边转身，形成了一个旋转抹。这就是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最后收起来，直刺立剑。以前我们出现的很多是平剑直刺，现在这个最后的一动是立剑刺。收势，坐腿，两个手心相对，左手去张开，接握剑护手，换到左手向前摆动，右手握成剑指，上举画弧摆动，右脚向前收拢，平行站立，剑左手反刺在左臂的后面，收回左脚还原。最后再看我把这几个动作背向演练一下。虚步轮劈，撤步反击，进步平刺，钉步回抽，旋转平抹，弓步直刺，收势，
这里我们已经把32式太极剑全部学完了。应该说这套太极剑还是一个内容简练的初级的适合入门学练的太极剑套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动作精简而忽视了要领的正确。太极剑应该表现出太极拳中静自然、中正安舒、柔和连贯的运动特点，所以不能够俯仰歪斜、急起急落、拖泥带水、时断时停。第二，既然是剑术，就要做到剑法清晰、力点准确。点剑要提腕，刺剑就要由屈而伸，抽剑就要由前而后，抹剑就要左右沿着剑刃滑动，只有这样才能够表现出准确的攻防含义。第三，剑法练习要求神剑合一、身剑合一，也就是说身械要协调，剑神要配合。转腰绕剑，以腰带臂领过去，抽回来，最后神气灌顶，一定要不能松软皮塌。挑剑立腰顶头，神气平视前方，和所有的武术项目一样，要求意气力三者相合。太极剑要做到柔而不软，刚而不硬。最后请大家再看一次全套的背向演练。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